为期将近三个月的台南艺术节将在三月登场。今年以着味道出发，邀请45座团体带来41栋、106场的表演。那么每年我们都会觉得说啊，节目好像有一点多，希望再把它浓缩一点，但是好像很困难，总觉得这个节目很好，那个节目也很好，很难取舍，所以大概每年维持的档次大概也都有40-50档，那超过100场的一个演出，所以今年同样也是如此。那在国际经典的部分，今年有9个档次哦，那其实内容非常的精彩。有3个特色啊，一个是国际化啊，所以我们有很多国际的这个展演的团体啊，包括百老汇的这个猫啊，中场这个剧场，这个剧已经是世界知名啊，耳熟能详。包括维也纳室内音乐乐团啊，还有很多国际的展演，包括荷兰、法国来的这个剧团啊，我想可以让我们开拓我们的这个艺术文化的一个国际的视野。那第二个是传统跟前卫兼具啊，所以大概我让明花园的这个但是你这个传统的戏剧可是也把它前卫国际化，也包括秀琴啊，包括我们的掌中戏团。我想这些都是我们传统的艺术、传统的表演艺术能够更加的升级，更加的也把前卫的元素加进来。那另外也有很多是前卫的剧场剧团，刚刚叶局长已经有讲得非常的详尽，我想这些都非常的值得期待。我们的艺术节是传统跟前卫兼具。那第三个就是非常浓浓的台南味啊，浓浓的台南在地的，包括在地的团体。包括我们展演在地的素材，还有甚至在地的食材，这个融入在剧这个戏剧里面啊，我想这些就是我们这一次这个台南艺术节的3大特色啊，我觉得非常的值得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一起来参与啊。记者会现场，主办单位也请来校校和歌赛亭演出，文化局也邀请全国各艺文表演的民众。这回来台南看表演，拜科技所赐，我们后来又发明了这个干嘛？玉米浓汤棒、哦，真的吗？哎，对，玉米浓汤棒，你看打开来之后，里面现成的玉米浓汤口味的食物，哦，对，但是你拿开来之后，发现它这个形状跟我们的这个吐司形状其实有点不合，它不太合，对不对？对。这样不对啊，对，不好看嘛，对不对？对，所以我们要干嘛？哦，把它弄碎之后呢，干嘛？还不是变成粉？还是一样粉？不好吃，粉不好吃。所以我后来前些年就我发现这样子不行，要吃棺材板要到哪里？要去哪里呢？要去台南嘛。对嘛，要吃棺材板只能到台南嘛。对啊，那要看我们戏也只能到台南，对不对？对、啊。只能到台南的321小剧场来看我们《豪小派太空救援果陀计划》的演出，3月23日到3月25日。为期3天的晚上，我们票数量有限，就是唯一一次在户外演出。